画出觉得对方最美的地方。什么意思？你那什么意思？第一个游戏是快问快答。请问一下有奖金吗？有小礼物。OK， 超小的礼物。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那等一下给你答。可恶，我还想说你可以 cover 我。想到红色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月经。不是跟剧中相关吗？跟剧中相关。拉回来，拉回来。想到第一次遇见花香的那刻，你觉得花香是哪一种花？栀子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它很美啊。想知道彩彩的答案。夜来香。非常浓郁耶，非常浓郁。OK， 好。婷婷的妈妈是在卖红豆饼的，请问她到他们两个相遇的时候，一共卖了几年？15年。他是在卖红豆饼，我都叫他不要做了，他就是不听，而且他坚持不涨价。真的假的？15年都没涨价。怡敏的老公仁修平常是在哪里上班的？哦，新竹。在。好，我终于回来了。仁修带着那个怡敏还有小泽去体育馆看球赛，那个球赛的名称叫做什么？什么杯赛？哇。你真的知道啦啦啦啦杯？对啊，我记得因为跟那个台很，就是跟我们的频道是哦，嘎嘎杯，接近了，拉嘎杯，拉嘎杯，刚刚有拉嘎杯，但是没有嘎拉杯，拉杯，对，真的是嘎拉杯，嘎拉杯。好哦，好，这题也很难，就是婷婷啦啦队的球队的名称叫做什么？哇，婷球队的名称，啦啦队球队叫什么？这是导演精心设计的哦，导演精心设计哦。婷婷球队的名称，他的啦啦队制服上面有写啦啦香，好俗啊，像雨啦啦，答案是 Scorpio， 这是天蝎座。Why？ 对，我也是天蝎座。OK， fine。两人最后拍毕业照的时候，请问那时候因为有点小疙瘩，中间隔了几个人？我睡一下，你慢慢想。四个。我真的在算哎，对，我在算。好强好强，我完全不图像记忆法。好，这个怡敏学姐高中排球的球衣是几号？哇，22号。是你自己选的吧？对。为什么？送分题。因为我22号生啊，我就跟他们讲我22号。是送分题吧？这对他来说有点不公平。没事没事，没关系，给你。婷婷去大学找怡敏的时候，一共被打断了几次对话？哈，很好看。大家大家，赶快回戏馆放道具，戏馆只开到10点。那你现在住哪里啊？怡敏，要走了吗？好啊，你等我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帮拿。我开始跟他对话之后被打断了几次吗？2次。答对了，开始对话什么？因为一次是一个人出来说要什么，你们等一下去吃火锅，另外一次就是男朋友嘛，对吗？骑脚踏车摔倒，怡敏的脚受伤，请问怡敏是哪只脚受伤？左脚还是右脚？右脚，左脚，左脚啊，这边好像有那个，这边哦，对对对，左脚，哦，我刚刚想的是我被老鼠抓伤的脚。好，最后一题，在疫情期间，两个人除了有共同兴趣，像是瑜伽或是跟运动，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兴趣呢？你们有个共同画画吗？啊，这样也行。没错。对，画画。说到画画，那我就来画画。原来是要接这个。这个。好，好的。好好好。
两个人都画，两个人同时画，然后互相猜对方，只要有猜对就是可以得分这样。三二一，时间到哦。你几个字啊？三个字。三个字。跟剧情有关的、哦。对啊。你剧里面有狗吗？啦啦队。对了。这个有点难哦，三个字。什么咖啡厅？不是，就是你看我画什么、啊？果汁、气泡水。哎、欸，你竟然知道，很厉害耶！好，下一题。三、二、一，叮叮。希望你猜出来 ，whisky 哦，肥皂，肥皂，这个是肥皂吗？咖啡豆，三个字，这个是什么啊？红豆饼呀。哦，天哪，也太会跟了吧！好，排球，好可爱哦、嗯，三个字，给我们看一下，排球。三个字，三个字，我认识他吗？他有本名是不是？绝对不是一个人名，绝对不是一个人名，绝对不是一个人名，一种身份，我们在里面有经历过的身份，一个时期必须要经历的身份。毕业生，你一定要想得这么难吗？你刚说三个字、啊，三个字，毕业生，最后一个字是对的。高中生，嗯，哦，专家去看一下高中生。三、二，蛋，我画的好诡异哦。没事，我画的这个也很诡异。哇靠，那太诡异了吧？哨子啊，哨子，不是哨，还可以这样补画是不是？门。我想不起来新款的长什么样子。狗狗肉，不可能吧？不会吧？如此之丑。新款长什么样子？新款长什么样子？哦天哪！咖啡机。有耳朵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没有耳朵。没有耳朵。没有耳朵。提示一下，三个字。它是一个工具，然后它会立即显现。哦，立刻拍，拍立得，拍立得，没错。借我们看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画太诡异了。这拍立得，他把破绽拉出来。OK OK， 理解。我的这个有很好懂吗？两个字，这个两个字，你要补位可以补啊，可以，你可以补。监狱。监狱是啥回？跟我们的剧情有相关吗？啊，积木哦！呀，最后一题喽，画出觉得对方最美的地方、最迷人的地方，身体的一个部位，身体的一个部位哦。可我才看一点点哎，他的身体我没看完啊。那现在要处理一下，有很多地方、啊。最美的一个地方啊，就是身体所有地方，其中一个地方就好了。其中一个地方是要想多久？我都已经在画了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那什么意思？可以告诉我什么意思吗？不是画一个器官，你画了很多个器官、欸。对啊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刚刚本来是想要画锁骨，本来只是只有画这两个，你根本也看不出来是什么。可是我必须把它连接在一起。脖子。对，脖子。那是锁骨，等一下修一下锁骨。觉得这是鸡胸吧？这个人，他是鸡胸。我刚本来想说这样哎、欸，可是我想说今天没有人知道我在画什么。对，它也可以是大腿或小腿，所以我必须把它连在。可以稍微夸奖一下，为什么是脖子跟眼睛？他眼睛蛮有戏的、啊，蛮喜欢看，我蛮喜欢看人的眼睛的。
我脖子，我觉得他绑马尾的时候会让他脖子看起来很长，就很漂亮。哦，仅限绑马尾。那是我高中的时候、欸，我还没看完嘛，我跟你讲嘛。等下就看够哎、欸。好，结束游戏。那今天的获胜者是婷婷。完美小游戏，真的不成敬意。好、哦，谢谢谢谢。抬手。今天下一组的。恭喜你。你看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陈雨欣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晨曦。第一次遇见画像的课，就在嘎嘎乌拉拉。你很棒。